SCAR 的内部会是什么样子？在吃鸡中 ，SCAR 是一把非常稳定的步枪，即使是裸枪都超稳，因此深受玩家的喜爱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SCAR 内部的样子，看看是不是真有零件和子弹。首先看看外观哈，枪身整体以黄色和黑色为主，离近的看就看到各种细节了。上面还有污渍呢，可以看出这把枪应该是一把老枪了。其他的细节也非常真实，接下来看看内部吧。枪托消失了，现在所有枪都这样了，见怪不怪。继续向前，我去，这就有点假了呀，怎么大部分枪体都消失了，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了。等等，前面那是子弹吗？这位置也太明显了吧，那么大一颗子弹就悬在中间的位置，真的是又长又粗啊，看上去很像黄金。不过其他地方的细节就太差劲了，基本都看不出啥。看看弹夹呢，也是透明的，没意思啊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。